台北城发信会会长谢振华，副会长王金峰，执行长杨金安，总干事周建宏，结合众神引领，总要完成这番模式工作的事情，将为社会为流传布天宽，成功后变成小地方，心内拥抱，发自心宽，同心作风。金光无忧，水平的成长，发自信心，人生多长，今已完毕，请回前处，精力出海工，南地天轮，地火之顺生，黄不金花，不但中歌，总就台湾首领天团，一团中天，人保客源，人生之福，海工道苗，分享掌声，全景一张，三片手，天气发地。阳台发自信光，现在发财名，天明喊破，全体为乐，天神化人做财，今日好友莫有地主，台北城发信会，会长谢振华，副会长王金峰，执行长杨平安，总干事周建宏，结合众神引领，经常上门由金会长高层证明。天官五十年七月二十二日，天王送行。再来，爸爸，先生你，再三拜，再拜，三拜。欢迎我们林国文将退休回福建海滩。